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前面呢，咱们使用了自定义模板引擎，已经达到了美工和程序员分离的目的，对吧？对。但是咱写的功能很有限，对不对？嗯。只是为了了解模板引擎的原理，很有必要。那这节课咱们开始正式学习 Smart， 对吧？那为什么要选择 Smart 模板引擎？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咱前面自定义的已经实现了，但是要比那个丰富的多啊，对吧？但是基本的主线的原理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看一下，这是前面的画的图，对不对？就是将模板和 PHP 程序和逻辑，就是表现和逻辑给分离开，对不对？然后组合成一个这个文件。那这文件什么时候组合，对不对？要么它不存在的时候生成，要么这文件有更改的时候生成，对不对？嗯。那这个文件不存在或者更改，只要是有这文件了，这文件也没修改的话， PHP 程序就绕过这个组合的过程，直接加载那文件显示输出，是不是这个过程？嗯。对吧？这是 Smart 的一个原理。那 Smart 这个是模板引擎，它属不属于 PHP 的扩展呢？嗯。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PHP 本身的功能 Smart 扩展？你就看一下 PHP 的手册里边，你在搜索的时候，你搜索一下 SMARTY， 看一下，你能搜到 Smart 吗？不，搜不到。所以呢 ，Smart 不属于 PHP 本身扩展的一部分，对吧？嗯、那它就是什么？用 PHP 的语言写出来的一个类文件而已，那就不属于官方的。原来 Smart 最早的域名是。smart 点 php 点 net， 因为官方网站不是3w.php.net 吗？嗯，那它的域名是 smart 点 php 点 net， 属于 php 官方这波人开发的一个，但是不是作为扩展用的，听懂吗？这就是 smart， 但是现在 smart 的网址变了，现在 smart 的网址是这个，什么？3w.smart.net， 这是 smart 的什么？对 ，Smart 的网站，对不对？看到这个，现在这是它的域名。嗯。记住这个啊。那我们具体看一下 Smart， 它的什么作用？记着，跟前面咱写的作用是一样的，对不对？嗯、没什么好说的了，就是采用 PHP 写的一个模板引擎，因为在 PHP 里搜不到它，对不对？对。设计的目的是要将什么 PHP 代码与 HTML 代码分离开，使 PHP 程序员只专注于 PHP 代码的编写，网页美工只专注于网页的。那个美化那方面的编写，对不对？嗯。传统的 PHP 文件没有模板引擎出现时的问题什么呢？而 HTML 的 PHP 代码怎么比重越来越大，对不对 ？PHP 和 HTML 混编在一起，对吧？嗯。那好多网站现在还是在用混编，对吧？因为他们网站有可能比较老，早期传统的方式是用混编，但是新的呢，现在都用模板引擎把它分离开，对吧？然后页面的数量越来越多。程序设计与美工设计呢，分工不明确，对不对？不便以后的维护和扩展，这都是不用模板引擎的效果，对不对？嗯。然后呢 ，Smart 现在有这么几个优点，这是大家现在选择它的原因。但是我个人觉得 ，Smart 做的现在有点大了。Smart 2.0 的时候还可以，但是2.0也有一个局限，它是支持过程化的东西。现在咱们用的是 Smart 3.0 以后，是把原来那个2.0的版本全部改写了。全都是用面向对象的思维写的，也用类的文件去生成的，设置方式也改了，但是它是兼容 Smart 2.0 的，听懂吗？是兼容的。那而且它又加了很多功能，这样的话 Smart 就比较臃肿了，听懂吗？所以呢，做一些小项目就不太适合了。你做一个小项目，对不对？比如说有几十个文件的，你不如用咱们前面自己写的那个，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建议大家找一个中型的比较合适的方便快捷的与速度快的这种模板引擎去使用，对吧？当然 ，Smart 咱要讲，因为它是属于半官方的东西，对不对？对。比个人的要有权威性一些。那它的优点有这么几个，比如速度，相对于其他门而言呢，速度会快一些，但是 Smart 3呢会少慢一些，对吧？
编译形容它是，你就采用 smart 编译的程序运行时呢，也就是编译就组合成一个文件的形式，对吧？前面咱们也了解过这样的情况了吧？对，是不是合成一个文件？然后呢，缓存技术，这个是 smart 的一个亮点。smart 呢可以很容易做到页面静态化，当然其他伙伴引擎也会有这个功能啊，可以很方便的做成页面静态化。然后插件技术，这个才是 smart 的特色，你可以使用 smart， 咱前面是没实现的。使用 smart， 你可以任意扩展你想要的模板上的标签功能，对吧？你可以把很多特效都变成一条代码解决，这是 smart 比较强大的地方，这点也是大家经常用它的原因。当然后边都会讲到强大的表现逻辑，咱说了大量的逻辑是 smart 后台去做，对不对？ 对吧？前台尽量不写，但是它前台也支持强大的逻辑，也就是 PHP 语法支持的东西，什么变量的函数、运算符号、表达式，对不对？那基本上在表现层就模板端也都可以使用，但是咱们用的很少，因为毕竟是美工用它，对不对？用一点点的逻辑也就可以了，不用用那么多。那还有模板继承，也就是后边咱们也是讲的重点。那么咱们这个有了模板继承的话，那你就是在写另外一个模板的话，哪需要变化写哪块就可以了，大部分的功能都可以继承过来，这是 smart 的优点。那么看一下 smart 既然不是官方 PHP 的扩展，对不 对，那我们就不需要什么给 PHP 安装再重启，对不 对，既然是 PHP 程序，那我们看一下，咱们就下载一下就行了。这 smart 咱找一下，比如说 dot8 here， 对不对？点击一下，这是下载 smart 服务器，就是 smart 这个软件。你看下边这么多版本，对不对？对吧？三点版本，下边是二点版本，对不对？更新这么多，那当然大家都想要最新的，对吧？2014年的，3.1.7，对不对？你可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对不对？点击，对吧？保存，比如浏览，保存的桌面，对吧？我们直接一下载就可以了。看这个软件呢，看一下，正在下载，咱网速是比较慢，对不对？当然我这块也是有刚下载过的，对不对？270多K， 那我们这就不下载了。我们打开这个，还在下载中，你看，我们打开解压到当前的这个文件夹下，我们把这下载停掉，还有9分钟呢，太长了，对不对？把它停掉了。这是我们下载的一个软件，对不对？我们打开到这块之后，我们看一下，再打开一层目录，看这里边有这么多文件，对吧？对，什么有 readme， 对吧？都是软件的一些说明，对吧？还有日志 demo 的，就是什么给我们一些演示程序，告诉我们这个演示程序怎么写的，对不对？对，对吧？我们可以仿照 demo 去学习嘛，对吧？当然这些都没有用，重要的是哪个？这个目录，对。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Ctrl+C 看到了吗？复制一下，然后到我们的项目目录径下把它粘过来。Libraries 是不是就酷啊？对吧？这里边就是 smart， 而咱们原来自己写的什么，是不是就得一个 smart 就得一个文件，对不对？它这里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文件，对不对？像这个是插件文件，这是系统插件，对吧？它的所有的都是插件化的写法。那我们用的时候呢，只需要用这 smart 一个类就够了，对吧？其他功能咱们遇到什么再讲什么。看这个类的写法，前面呢定义了 ds， 对不对？目录风格符 smart 的路径等等等等，这些常量呢咱用到再说，用不到咱就不解释，好吧？然后 class smart 类继承系统类里边的这个接口完成了，看到了吗？然后这里边声明了这么多常量，你看就是咱们普通类的写法，这个类是比较大的啊。看一下，有这么多属性，对吧？咱们都会把常用的给大家讲一讲。你看左右定义符是大号，对不对？咱主要看一下构造方法需不需要我们存参数。构造方法有参数吗？没有。但构造方法里边有没有东西？有吧？所以你要继承这个 smart 扩展的话，一定要调一下 smart 这些代码，让它原始的这些代码要生效才可以，清楚吧？其他的就没什么了，虚构方法，然后克隆，对吧？对 ，get， 这里边也都有，还有 set，
可以设置哪个值，大致咱们先了解一下，好吧？那下节课呢，咱们使用 Smart 安装的时候，咱们再详细的说。也就是用这 Smart，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拷贝过来就可以了。把这个拷贝过来，拷贝过来之后，在程序用的时候，别的都不用干，不用在程序里边什么在安装扩展，对不对？也就直接我们打开这块做一个 test.php， 看一下，跟我们前面用法几乎一模一样。include 包含谁啊？当前目录下 ，libs 目录下什么 ？smrty.class.php。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注意大消息，这 smart s 是大写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程序里边，你也要将这个 s 大写。这样的话，我们就把 smart 包含了，对不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如果想用它的话，我们直接创建对象是不是就可以了？构造方法里边不需要参数，对不对？所以我们直接创建对象，直接这样。$for 什么？看一下。smrty.smart 对象等于 new smrty.smart 就可以了，跟前面我们用法是不是几乎一样啊？对不对？对，几乎是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按照前面的写法，我们得知道什么？最起码我们得知道定介符在哪儿吧？对不对？对，定介符在哪儿？然后呢，还得知道什么？那些目录在哪儿？对不对？怎么设置这些东西？对，对吧？我能不能改掉？看一下，那就得看 smart 里边了，找一下哪个是它的目录，默认目录是在哪儿？看它写的。对，这一类文件，当然有手册里边有写啊，咱只拿这个做一个比较，刚才说一下，比如说找一下它的编译的 ID。找一下这个属性，模板的搜一下吧 ,TEMPRATE 下划线 DR， 看到了吗？这块指定一个数组空的，对吧？就是模板存放的目录是不是空的，对不对？那再看一下，模板目录是空的，那咱们还有一个什么目录啊？是不是还有编译的目录啊？对，你看编辑的目录也是空的，插件目录也是数组，对不对？那我们这该怎么指定呢？再往下看 public， 现在这值什么属性是 public 的，这是私有，对不对？有私有的这个属性，我能不能直接复制啊？不能改值吗？不能在外边改值，但是你看我们这里边有没有 set 方法？有吧？你看 set 方法允不允许我把这些模板的目录、配置文件的目录、插件的目录、编译的目录、缓存目录重新自己指定值？是不是允许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构造方法。构造方法初始化怎么的？你看设置模板的目录是当前目录下 DS， 不是目录分割符吗？目录分割符的缩写，对不 对？这个常量在这定义了，咱只是稍稍分析这个类啊，不会太重点的去说。最上边你看，在上面定没定义那个 DS， 是不是目录分割符？对不对？用这个吧。那目录分割符我们再来构造方法，这类比较长。看一下当前目录下这个目录，再来个斜杠，也就是相当于这样写的，也就相当于这样写的什么呢？当前目录下，对吧 ？TEMPRATES 在目录，对不对？对。那这个呢？目录相当于什么呢？组后的目录在哪呢？相当于当前目录下 TEMPRATES 下划线 C 这个目录，和咱们原来默认指定的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左右分割符用的是什么呢？看到这儿了吗？左分割符，右分割符，是 public 的属性。那咱直接可以改这属性值吧？对不对？是不是默认是大括号？对，对不对？默认是大括号。所以呢，咱这些呢，
都有可能把它改掉，对不对？好，时间关系，这节课呢，咱们就稍稍学一下什么是 Smarty， 了解 Smarty， 怎么下载，对不对？下节课咱们再学习如何使用，对吧？最简单的使用。好，谢谢大家，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